远看成云际，似风不是风，画龙未成，但得一凤，恭喜恭喜啊。这不行，不能传。那还能传吗？你没听爷爷的意思吗？这还怎么传呢？大家守了这么久，到这儿就不稳了。哎，你们这一大家子还真有意思，大肚子老婆齐产，哎，靠前不对，靠后也不对。我跟你爷爷觉得呀，这要是传给女儿家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你能不心疼吗？就不传吧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京未有常事，取舍无定资。既然你这么纠结，我有一奇法，一招定乾坤。准备好了呀？做不到。先生，东西你就留着吧。嗨，我的爹啊，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，若想金榜有题名，先生卜卦第一名。哎，姑娘留步，我看你神色郁郁，怕不是个好兆头啊。先生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看到了吗？准麻了。那您帮我看看，我能考上这所大学吗？这个恐怕考不上吧。不行，我必须要上。哎，能上能上能上，不能摇，不能摇。哎呦，天哪！这怎么？我负了你的期望。呼叫五三六四七，听到请回答。五三六四七，听到请回答。啊！中华儿女多奇志，不爱红妆爱武装。呼叫五三六四七，五三六四七，请回答。我华夏，正义永传。呼叫五三六四七，请回答。是否还有五三二六四七，收到。